B B， 你话喺度钻几个窿，装几个架，挂几支吉他，系咪好型咧？你啲手工得唔得噶？会唔会钻烂幅墙噶？钻几个窿啫，又点会钻烂幅墙？就算钻烂，我哋可以 claim 火险噶嘛？火险？你真系唔识噶？无论按揭火险或者家居保险，由人为因素导致墙身损毁，保单都唔会受保噶。不过因为承办商唔小心而导致家居财物损毁，就可以受到保障啦。呢幅墙后面系厕所，你挂支吉他喺度，怕唔怕万一楼上渗水会出事先？如果发现楼上单位渗水，中国平安网上家居保险都会有得保，所导致嘅财物损失，好似电器、家私或者贵重物品等等，都属于保障范围。一旦发现，应该立即通知保险公司跟进。咁你嗰几支靓靓吉他都算贵重物品嘅。咁即系俾唔俾我挂啫？唔俾啊！俾啊，挂咯！俾啊！挂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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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